It has been many years, but this city will never be safe. Not whilst he is still out there. Hello， 大家好，在昨天晚上《全面战争：战锤二》的最新 DLC《无情者阿萨良与大毒王咕噜》终于在我们等了将近半年之后，终于是正式公布了。那和以往的《战锤二》领主包 DLC 类似，这次 DLC 当中有新领主、新的战役机制、新兵种以及新的 FLC 配套引进。那具体关于这些内容，在今天这部视频当中，我就结合 DLC 的预告和目前 CE 放出的消息，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下关于这次 DLC 和 FLC 当中的相关内容。那首先在预告的一开始，结合我之前做的预测和背景介绍视频，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次 DLC 的战役剧情的时间设定应该是在当年阿萨良首次击败咕噜的绿皮大军之后，也就是当时阿萨良并没有抓到大毒王，因此伊瑞斯也并没有完全摆脱危险。而 CE 则是根据这个设定为阿萨良的战役机制设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牢审讯系统，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艾索塔马哈机制。那具体就是其中的伊瑞斯守望者序列建筑将允许玩家审讯被俘虏的英雄与领主，而通过对囚徒的审讯、劝谕甚至洗脑，阿萨良则可以获得有用的情报和其他的增益。那显然在预告的一开始，阿萨良应该就是在伊瑞斯守望者的地牢当中审讯了一位哥布林俘虏，而紧接着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毒王的一个背影。他的两件神器咕噜战旗和咕噜战斧在这里也显露了出来。那可能有人会感觉这里的咕噜战斧相比于之前我们看到的原画是小了一点，但这里的设定确实是比较接近大毒王在桌面上的模型的。那接下来到这个画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应该是在恶之地戈壁荒原上咕噜的军队。而说到恶之地，CE也在这次 FAQ 当中表示，恶之地的战役地图在这次 DLC 推出之后也会有相应的更新，并且原来的绿皮传奇领主阿兹汗屠灭者也将有新的战役初始地点，那据说是在靠近屠夫王的红眼山这里。那到这里切到近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这次绿皮的一类新兵种，就是之前我在这部盘点绿皮新兵种的视频当中提到的蹦动战车。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当时我也是说了这种兵种在背景当中总共是有四个版本。当然这里说句题外话，就是当时我做的那部盘点绿皮兵种的视频在录音的时候也确实是不在状态。那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呢，那推荐使用 1.25 倍速或者是 1.5 倍速观看。那通过这里的预告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蹦动战车这种之前已经做好建模的兵种 ，CE 这次是全部引进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蹦动战车是有加装飞翼的版本，有加装尖刺滚轮的版本，以及最后加装了爆炸包子的版本。当然，最后这次在游戏当中是作为普通蹦动战车的精英版。
而接下来看到这个画面，相信很多小伙伴可能当时也和我一样都是非常激动的，也就是这里此前备受期待的高精灵强大的白石战车终于在这部 DLC 当中登场了。那另外这次高精灵不仅是有白石战车，而且在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C 这次也引进了白石战群之中高精灵的野兽兵种，因此这次高精灵这两个白狮兵种也是这部 DLC 非常值得期待的一点。在接下来的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则是看到了艾萨良的一个侧影，当然也有国外玩家指出这个画面是 C 借鉴了蝙蝠侠电影当中的一个经典场面。那其实确实艾萨良的身世背景也和蝙蝠侠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再到这里的话，我们首先是看到了咕噜的三匹巨狼牵引的战车，然后就是肚皮有物理效果的大毒王咕噜的正式出场。关于大毒王咕噜和他的战车，我们通过官方的介绍可以看到，咕噜这次在游戏当中也和背景当中类似，就是固定就有他的战车作为坐骑，也就是咕噜不需要升级或者是做神器任务，就可以在战役初始白嫖一辆战车坐骑。显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毒王是并不承认之前的失败的，并开始再次发动对奥斯温的入侵。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艾萨良身后是有新的矛手和弓箭手，那具体我猜测应该是 Steam 页面当中介绍的这次新增的荧光守卫这种装备重甲的高精灵迟钝矛兵，那弓箭手应该是伊瑞斯悟行者或者是天鹰战团。这里的荧光守卫、天鹰战团，再加上我在之前的盘点当中提到的这次 DLC 也将引进的卡尔戈沃十九骑士，都是 C 借鉴了 GW 在中原之石当中的凯恩神殿之战当中为高精灵引进的三种特殊兵种。那其中天鹰战团其实就是原本高精灵的精英兵种伊瑞斯悟行者的升级版。当然这次 C 如此高密度的引进中原之石当中的兵种也是首次出现的情况，那这或许大概可能也是 C 未来一种推出新兵种的趋势。因此在未来的盘点其他种族的兵种的时候，我也将更多的提一些中原之石当中出现的兵种。那到这里的话，我们则看到了绿皮这边是新增了一种搞毛巨象这种巨兽兵种，这种兵种也是我在之前的盘点当中差点忘记的兵种。那搞毛神像这一类兵种最初是 GW 的分部 FW 在怪物图鉴当中引进的新兵种，那具体是包含搞毛石像、搞毛巨像以及巨型搞毛巨像这小中大三类。当然这里的小中大也是相对而言的。本来我是以为 C 可能会把这三种兵种做成步兵、怪兽步兵以及巨兽兵种的，但现在来看 C 应该是和原版桌面的设定一样，把中间的搞毛巨像就做成了巨兽兵种，而把巨型搞毛巨像直接做成了这次新增的大哥大，也就是搞毛巨像的精英版兵种。而最小的搞毛石像可能是因为和这次新增的石巨魔兵种有重叠，所以 C 就没有引进。那接下来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则是看到了这次高精灵新增的游侠之中持双剑的近战步兵，这种兵种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一种高精灵的兵种。那目前已经有过玩家考证出高精灵的游侠是 GW 在25年前推出的战锤探险桌面规则书当中引进的一种高精灵的兵种，并且原版的设定就是一种持双剑的高精灵步兵。那我们由此可见 C 这次在设计兵种的时候肯定也是做了大量细致的考据，当然这也意味着战锤探险当中出现的兵种未来也可能会在 DLC 或者是全面战争战锤3当中引入到游戏当中。那接着再到这里的话，我们则是看到了绿皮这次新增的巨型和巨魔巫婆这种普通类型的英雄。绿皮的这种兵种也是我在之前的盘点当中疏漏的一种兵种，当然这个兵种在背景当中也非常隐蔽，在当时可以算是 FW 的怪物图鉴当中的 DLC 当中的一种兵种，
和桌面的设定一样，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巨型和巨魔巫婆使用的也是死亡系魔法。当然作为加强版的河流巨魔，这种法师肯定也会有不错的近战输出能力。那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也是当年 FW 推出的奥数凤凰这种高精灵的巨兽单位。那简单来说，目前奥数凤凰可以算是烈焰凤凰的升级版，并且这次 C 也为奥数凤凰引进了精英版的阿苏因之照。紧接着这里又是高精这次新引进的大法师普通领主。关于高精法师，我们也在 C 的介绍当中看到了，也就是随着大法师的加入，高精灵如今可以驾驭全部八个系别的魔法之风以及高等系的法术。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在背景当中本身就是以法术见长的高精灵也终于能在他们的徒弟帝国法师面前抬得起头了。那在最后呢，我们是终于看到了艾萨良是骑着他的风暴之翼狮鹫出场了。对比艾萨良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出 C 这次对风暴之翼狮鹫的设计几乎是还原了艾萨良在奇幻战锤当中的旗子。那一点小区别就是桌面上的风暴之翼的模型和卡皇的死亡爪狮鹫一样，它的后面也是虎纹，但我们在预告当中看到的风暴之翼后面则是豹纹。当然我自己感觉这里的风暴之翼其实并不凶猛，反而是有点呆萌。那另外对于艾萨良的形象也有人说是和卡皇神似，当然也有人说他有点像喜欢玩全面战争战锤的超人扮演者亨利卡维尔。而从游戏角度讲，和我之前预测的也类似，这次艾萨良的装备和属性也很特殊，就是他可以同时装备长矛和单手剑，并且还是一位高等系的法师，也就是类似于一位赫斯魔剑士出身的传奇领主。那好了，以上这些就是我结合这部 DLC 的预告和 C 放出的消息做的一个简要的解读。那整体来看，艾萨利昂和大毒王的这部 DLC 在领主和兵种方面做的还是很充足的。那最后在 FLC 也就是免费 DLC 这方面， C 这次也是很良心，一共是有两部 FLC 推出。那免费的新领主就是之前很多人都期待的高精灵的卡拉多王子龙领主伊姆瑞克。那关于这位角色，近期我也将出一部视频单独讲他的背景故事和设定，因此在这里我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了。那另一部 FLC 则是在 Total War Access 当中，也就是这里的巨蜘蛛抓网祭坛坐骑。那具体的领取方法应该也是和之前的30周年精英兵种类似。那最后就是这部 DLC、FLC 以及本体绿皮和高精玩法的更新将在这个月21号，也就是两周之后正式推出，也是优惠 10%， 售价36元。关于这部 DLC 更全面的文字说明，大家也可以去这部 DLC 的商店页面查看更多的详情。而关于这部 DLC 的具体的实际演示内容，在下周五15号左右之后应该就会有大量的内容放出，那具体我这边也应该能提前给大家展示一些内容。关于这部 DLC 的后续更多消息，我也将持续在我的动态当中更新。那喜欢视频的小伙伴，记得关注、三连或者是打赏支持。那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